海南市平地原住民议员蔡玉芝因不堪市府长期漠视原住民的权益，今日在市政总咨询中再度为争取设置原住民专责机构发声。蔡玉芝议员表示，因为没有专责的这个机关呢，所以就没有足够的人力，也没有稳定的预算，更没有这个专业的政策哈。目前我们这个原住民的事务专责，目前来说是只有民委会底下的一个这个原住民事务科一个科而已哈，所以在政策的格局上呢，很难让我们原住民的族人接受。这个六都当中呢哈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面呢可以看到，六都当中呢就只有我们台南市是只有一个科的这个等级哈。像台北市他们是有这个民主事务委员会，那么他们的编制有44个人，那其他的现在新北市也好，桃园市也好，台中市也好，高雄市也好，编制都是比我们这边呢就差很多。蔡玉芝议员指出，由于无法成立专责机关，人事的编制及业务便难以达到要求，所以希望能够成立，而在人力足的情况下，推动更多关于原住民的福利活动、业务等，将会更有效率。刚才市长回答是说，我们没有超过3万人，好像这个不是最大的理由了哈，所以因为业务的这个人没有成立这个专责的机关的话，这个人事的编制就会达不到那个要求嘛，所以那你就可以想象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该做的这些业务嘛，所以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成立，然后在这个人事上人力足的话呢，我想要推展任何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业务一定都是 OK 啊。对此，台南市长赖清德则回应：就法理上而言，这个是完全合乎规定，因为台南市的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是在县市合并前，然后送到考试院全局部核定的，认为是依法符合。那即便您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个104年7月1号哈，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公文所指称的，就是一级机关，而且呢，主要是以服务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哈，或是处理这个事务。目前台南市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也符合这个要求。那我们可以定一个民族那个原住民族啊，原住民的16族的原住民的人数的目标，对，好比说3万人，我们就来成立。大家朝这个方向来努力。记者林佳怡台南采访报道。